槽把那吉他一背，富含就是特摇滚，一瞬间我就觉得这乐队肯定能火。我操！你太直接了！别玩翻，玩翻太早了。跟三个直男癌出来，太惨了。演出之前、演出之后是真实的世界，演出的时候那就是一场梦。恨他妈！躺在我们家床上，看着空空的天花板，那时候我脑子蹦出了四个字。长一段时间对摇滚乐特别失望。就是你感觉跟观众再也不能那样沟通了，从一个 teenage 就往成年人社会里面踏的那个过程，好多压力吧，会烦。我们四个都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，就说我想为你唱一首快乐的歌，一首让你忘了所有悲伤的歌，其实更像是说你对自己在说这句话。有些事情是没有答案的，可能追求这个答案的过程，那个过程其实可能更重要。就这样吧，让我们拥抱。